直播市场风起云涌，不少跨境卖家都想乘风破浪，却因小语种的问题连起航都难。为此 Shopleaf 启动了认证 MCN 机构合作计划，精选业内优质 MCN 机构，解决卖家语言难题，为跨境卖家提供专业代播服务。认证 MCN 机构合作计划已经历两次选拔，快来围观本次有哪些 MCN 入选了 Shopleaf 第二批专业直播机构认证名单吧。经过了两个月考核期，第二批 MCN 机构累计为50多个 Shopee 跨境卖家，店铺提供了200余场直播。通过严格的实地考察和数据校验，最终有5家机构达标，成为 Shopee 官方认证直播机构。Shopee 将给认证机构提供孵化器直播资源支持，对接卖家直播需求，开通机构达人号等。以下为入选名单，为让各位卖家更为清晰地了解5家机构的情况，Shopee 对 MCN 机构的认证市场进行了总结。自认证计划开启以来，首批 MCN 机构也持续在为 Shopee 品牌与商家服务。 Sociality、 Focalure、 Perfect Diary、 Bossiest 等品牌与机构持续合作，不断巩固粉丝，为下半年大促直播流量收割打下基础。在第二批 MCN 机构考核期间，有品牌包类卖家增粉过千，单场观看量逼近10K 人数，大 ROI 达到7，复购率更是高达13%。还有新进直播卖家 KTN 的饰品店，他通过机构代播，实现每场直播平均增粉450家，直播订单也大大增加。除此之外，认证的 MCN 机构除了拥有中文和英文主播，菲律宾语、越南语、马来语等小语种更是信手拈来，助您一站直达 Shopee 各大市场。官方认证的 MCN 机构不仅拥有专业直播基地，还会为卖家匹配专业主播，定制专属直播策略，更有机会与 Feed 内容合作，吸引更多买家种草，让店铺增粉不止一个 level。 官方认证直播机构优势多多，服务更是实惠专业，心动的卖家可以通过咨询自己的客户经理获取 MCN 机构联系方式，专业服务继续起航。新的一批 MCN 代播项目也即将开始，为卖家提供更多优质选择。心动不如行动，赶快扫码报名官方专业 MCN 机构服务吧。 Shopleaf 积极搭建东南亚电商直播生态圈，助力行业稳步发展，共享机遇。在官宣第二批 MCN 机构的同时， Shopee 仍持续招募专业直播机构，加入 Shopleaf 一起为跨境卖家提供更优质专业的服务。所有的话语都不及这一句 I want you， 符合条件的专业机构可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。 Shopleaf 直播机构计划申请提交后，5个工作日内将有工作人员与您联系，已入驻 Shopee 的卖家可联系您的客户经理获得更多信息，尚未入驻 Shopee 的卖家赶紧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，1分钟提交表单或专属入驻链接。